嘿，小伙伴们，大家好，我是不讨厌的鱼，木鱼啊，小铃铛。嘿，小伙伴你好，我是小铃铛。好嘞，欢迎收看我们最新期的《斗罗大陆生存实况》。感谢小伙伴的收看，小伙伴观看我们的视频要记得点赞、评论、订阅、推荐哦，谢谢大家。谢谢。来吧，咱们先回顾一下上一期视频的剧情啊，上期视频。说歪了，上期视频咱们是那个穿越来到新的斗罗大陆，觉醒了先天满魂力六翼天使，而且我也是获得了第一个那个魂环，是多少年的？看一下，这里好像看不到，我现在等级好像是魂斗士，好喽。而且咱们现在身处的是一个小村庄，基本上食物问题的话是没有。不用愁了，我最爱的胡萝卜。不准抢我的胡萝卜！我去找装备去了。刚好一组，漂亮。把雨关一下。等一下，这输入法，讨嫌。看一下。天角马32年的，说欺负你就欺负你。OK， 魂环白魂，白这看到白魂，看到白环我就想起白环斗罗。白环斗罗，这个蜘蛛他在干什么？赏他一个，给我离你远一点哦。赏他一个神罚。哎，射中了，射了他11点血。Nice。哇，这个技能他那个你那个瞄准度要往下低个2个左右，估计是个千年的。看这个颜色，算了，惹不起。我不是看到有一个那个什么小小的铁疙瘩吗？哎，我看到他了，铁疙瘩同学，31年啊！我的妈！这么多血，196点血，算了，错了。升级装备，没跟过来吧？呦，吓我一跳！铁疙瘩挺记仇的。哎，我这个，再打我报警啦！我这里还有那个，还有甘草块，把这甘草块收一下。我这个真的是黑色的，惹不起。大哥，我错了，大哥，我走。找个房子，咱们那个住进去吧。好，我离你远一点，我在外面。设置个重生点，不行，设置好了。哎，这个铁疙瘩，好烦，怎么这么低头？我把。从这里设置到这里 ，OK， 走，食物问题解决了，咱们就去那个修行吧，看一下这，好，这几只猪，哇，它被那个浆果虫一直在扎，4900，4900多年，扎了一半的血了，我觉得我可以偷鸡，可以啊。身法，是哪去了？还有个邪虎，找等级低的吧。看一下这个僵尸墓多少年？哇，7000多年！这周围的魂兽都好危险啊！是呀，体积这么大一个。这个家伙呢，约200多年的，好疼！一单，不行啊，咱们现在还只能欺负那个，只能欺负一些那个什么原版的生物，小僵尸什么的。你都打不过，还能只能欺负迷你型的？开玩笑，你这是看不起你哥。
说实话，这边也好大一坨。哎，这个小家伙倒是可以欺负一下的，哼。哥，我有个铁裤衩子，要不要？要。74年的。干什么？干什么？干什么？你个小熊，有本事不要用魂技，站路啊！咦，那个邪虎算了，你不要过来。哎，打中了，好几段伤害，身法。你在干什么？我在弄个房子。完了，我把重生点设置到这边了。我在这边弄一个房子。好，不知道我第二魂环的吸收年限是多少。哎，怎么这雨关不掉啊？是呀，我关一下。没看到有小个子了，我的那个耶稣大佛啊，我终于达到瓶颈了，我可以找一个400多年的那个魂环找他吸收了。好的，但我的前提是不能死啊，死了之后就功亏一篑了呀。是的呢。不行，我得去找个小僵尸，400多年的小僵尸，把他引到水里面，然后让他变成溺尸。现大白天的，行吧，我先往这边飞吧，一切随缘吧，万事不能强求。你可真机智。看一下，咦，鸟鸟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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鸟，黑色魂环的鸟，赶紧跑！这种鸟咬人可疼了，直接被他秒杀的好吗？被他打到就。对啊，还有技能的。32年的烈焰蜥是吧？给我死去！有个僵尸墓。128年的你都打不过呀？我没打，我在逛找资源呢，结果他就把我给打了。492年的猫，猫有技能吗？492年，要不试试？试试就试试。哥，你身上装备还有耐久吗？可以用这个办法把他给磨死。哇，好疼！不能被他打到。咦，赶紧跑！来个神罚！哎，射偏了！哎，我只要不靠近那里，就 OK 的。他这个近距离攻击，等一下，保守起见，我喝瓶血药，再来个身法。哇，这个好疼、啊！这个角度终归射得到吧？我的发，这个角度都射不到。我这个六翼天使肯定不是个男的。492年。你要不要过来帮我一起打？那我踢平你吗？我怕卡。哎，等会儿，保守起见，还是我自己打吧。哎，我七进七出，八进八出，那我没办法。属性无的，哎，旁边这个路不会打我的主意吧？小猫咪，哎，憋不出来这个身法，还有一点。给我恢复，射死他！加油加油！漂亮，射死了。来，吸收，看一下那个爪风生成魂技福音。哇，这是恢复生命值的，第二个技能。很好哎。恢复生命值的吧，吸收，成功，漂亮 ，nice。哎，怎么第二个技能变成这个了？可恶！我觉得我要
我第三魂环要那个要找光属性的来吸收了。可以啊，不能找这些属性无的了。这个家伙537年，咦，好家伙，还麻痹我。小心点，哥哥。爪机，爪机需要60魂力，你在逗我吗？你的魂力多少？85。过分。很耐心。太欺负鱼了。哎，这有个逆丝。555年的。还有一个蜘蛛，等一下，我得想办法把它给弄死。先来个神法，3000多年的蜘蛛，被它摸一下我就死了。走远一点，让它丢失目标。哎，丢失目标了，看一下附近安不安全。这个逆尸，555年的，能吸收吧？试试。我天威吸没到瓶颈 nice。 我还要继续升级，要到达瓶颈才可以。加油哥哥，前面好像有个小家伙可以欺负一下。哼，好 OK， 我现在血量92点。这个蜘蛛多少年了？106年，来，哟，打我一下还是挺疼的。没打中，神法没射中。哥，为什么我这个技能就从来没打中过人呢？他有准度的好吗？头低的最低的台是打得非常的高。这个东西我也摸不清，反正我有时候射得准，有时候射不准，我都快吐了，真的是这种这。哎，那个蜘蛛好像没发现我，个小僵尸快过来。小僵尸，来，多少年的？398年，还行。神法又没打中，气死了。好像不能飞着用，哎，要站在，你试试看那个不要飞起来用。好，我现在血量95点了。我现在血量43，能打中不？等等，小鸡鸡。哎，打中了，而且距离稍微近一点呀。那应该是飞在天上不好瞄准。是的。99点血了。好，看一下附近还有什么东西可以欺负的。这个蜘蛛。我这边两只蜘蛛。哎，这个僵尸木，什么东西打我？咦，好疼。这里为什么会有个金色的东西啊？哇，一个经验，谢了。我这里有两个大家伙。这家伙呢？咦，好疼。咦，好疼。你再打我一下，再打我一下，我跪下了。好不容易那个获得的经验。快吐了。我来了。那个僵尸木是不是千年的？这么大？不知道，估计是个千年的。哥，这两只猪快被打死了，你快解决它。我把这只僵尸木给清走。好，赏他个神罚。哦，是要站着，是要站着。站着射得准。哇，这什么，你给我打勾了。100多年的天威。哦，我可以吸700多年的了。精华到底是干嘛的？
精华可以那个，可以做成那个血药跟那个，跟恢复那个魂力的药，要空瓶子。我去挖。魂力精魄，好像是放三个吧。小型的，做几个中型的。OK。我现在血量103了 ，nice。但这第二个技能好坑啊，没办法。来吧，时间差不多了，等一下，看这个蜘蛛是多少年的？547年，可以，我干脆吸收了吧。上你个身法，应该还没到瓶颈，还没到瓶颈，吸收不了。好吧，来吧，结束这一期了吧。嗯，好的。好嘞，那亲爱的小伙伴们，咱们这期视频就到这里结束了，感谢小伙伴们收看，咱们下期再见，拜拜，拜拜。